关心这鸡卵的介绍，即马鸡卵介绍讲起到有够贵，这菜籽啊，这鸡卵啊一斤啊是卖40块，啊，不过青菜因为即马交货量较悬呐，啊，就是青菜大出啦。即马平均哦，讲一斤干了剩卖10块，啊，这卖菜人拢发讲啊，真正是赚无钱啊。炸蛋店内底，不管是点火腿蛋，也是蛋饼，拢爱用着卵，嘛，互工作人员前两个手无停过。不过鸡卵的介绍一直起，炸蛋店的头家讲，实在是要制作袂掉。蛋价涨了快100块，那会不会觉得对你的那个经营造成一些压力、啊？当然啊，但是没办法啊。即马鸡卵小卖介绍一台斤二35块以上，甚至有人卖到40块，会使讲是有史以来上贵的。大盘讲饲鸡饲料成本高，佮加上即个冬天天气真无稳定，所以才造成鸡卵减产，介绍当然就会起起哩。伊即马天气不好，咱人嘛是会感冒嘛是会破病啊吼，对吧？啊感冒的时候就无算讲生产率就较低，啊较低就少伊啊。鸡卵是愈来愈贵，但是青菜却变甲愈来愈无值钱。不管是320块，也是215块，青菜全部拢俗俗啊卖，消费者会使省钱，不过菜贩啊煞讲卖了嘛无利润，太便宜了，所以便宜没有利润，没有。越便宜当然越没有利润了。因为南部天气稳定，台北市龙山运销公司青菜交货量比平常时低大约50%左右，所以平均的价少点有11块，加风台时欠回时阵有30几块，根本无法度比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来关心这流行性的感冒，因为这流行性感冒死亡患者即马已经增加到这第5个了。啊，即个是一个台南一个读国小5年的这查某学生，伊是因为流感啊来引起了肺炎，啊，怎啊因为败血症来死亡。流感病毒搁再夺走一条人命，一边管制局指出，死者是一名住伫台南读小学5年的学生，吼，厝内底人传染流感，伫伊的身上验出 H1N1 流感病毒。1月21日发病，却是病发肺炎，最后因为败血症死亡，正做今年第5个流感死亡的个案。医生这时候跟他在做 X 光，哈，这样照射的检查的时候，是发觉他有肺炎的现象。那后来细菌的培养，哈，也有培养出链球菌。啊，这位当时医院的跟他诊断是有肺炎，那同时也有伴随着哈败血性的休克这种现象。疾病管制局表示，去年同期流感重症病人15人，死亡3人。不过今年重症目前为止就已经17人，死亡5人。17个重症病例大部分是青壮年，其中5个死亡案例是10岁到75岁。只有1人注射流感疫苗，不过也未产生抗体就感染。只有重症大部分是 H1N1 的流感病毒，而且合并感染造成肺炎。也因为一般流感人数比以往加出20%，所以到病院看诊的病人要增加的情形。会啊，当然会担心啊。会担心哪些？就发烧啊那些的。所以赶紧大家来看医生吗？对。医生指出，即要厝内底人出现发烧、咳嗽、脑痛、漏吐、下泻症状，就要赶紧到病院去就诊。因为由于流感病毒真强，所以伫病发了后，一定要马上吃抗流感，若无无简单的治疗好。啊，通常这个药是有效，但是一定要在第一时间点发病前24小时以内就赶快给药。医生表示，即个是老人家囡仔以及慢性疾病加免疫系统较歹的人，拢是流感的高危险群，所以注射流感疫苗也是会使减少传染的机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看，即马即经济歹啊，即经济歹，咁咪影响到即两性啊，就是男女的即较亲密的关系，亲像即翁仔某的即感情咧。啊，有即民间团体有一份上新的调查来显示哦，讲即马当在找头路啊，因有即亲密度啦、感情即方面的困扰，真正比即、有头路的人哦，加较悬。平常时你敢会牵你另外一半的手，或者是主动加揽一个？即款简单的动作，上演伫景气无好即马，互你的另外一半上大的精神支持。一份调查就显示讲，两性之间亲密的关系嘛受到这景气的影响。世界人口有21.2%有亲密关系困扰，比这就业人口的12.4%是更加悬。有专家就烦恼讲，这经济问题有可能会产生更加多家庭问题，这时阵就更加需要互相尊重啊，够支持。因为这个时候反而是恶言相向，互相指责。那只会让双方受到伤害以外，也会让自己情绪不好，情绪不好又会造成自己的脑受到伤害。
另外这项调查发现说，台湾20岁以上的大人有 13.3%， 差不多是210万人口无恋爱经验。学者认为说，这跟学校欠缺这两性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。如果有邀约被别人看到，人家就认为你是固定对象，那你才刚刚知道昨天看过电影的名字，你就要决定是不是要嫁给他，还是要跟他分手。因此我们要建立亲密人际关系是非常困难的。学者建议讲，让青少年更加多社交空间、良性的关系，那是在情人节这天吃一顿好料，或者是送花、甲送礼物，平常时亲密的活动，才能让这关系是久久长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